嘉义县政府伫咧十月七八上午，准备伫咧大南国小的风雨操场来举办第公益彩梗欣赏三灯红油会。关注中华关五号在记者会当中，邀请大家做伙来买彩梗做公益，不只是会当做功德，而且可以当钓大奖。嘉义县105年度以公益彩梗营业分配经费办理社会福利有79案，金额有3.7亿700万。除了补助整个收藏的道宅加热干燥车服务、道宅沐浴车服务之外，更来协助着新手的爸爸妈妈，推动着为爱启航保幼大行动，婴幼儿期间照护指导服务。由专业的托幼人员到厝内底来传授着照顾婴幼儿相关的技巧和经验，协助着新手的爸爸妈妈和弱势家庭来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。啊，这吼，这每一单吼，咱这钱吼，咱就啥，咱多打单了，向向落一阵雨吼，足好用个，足好用的吼。所以咱吼，这我们的公益彩券的盈余的分配，我们像老人呢，干燥到干燥车啦哈，沐浴车啦，还有我们的幼儿哈，幼儿啊哈，啊些新手爸爸妈妈，安尼哦，照顾刚刚那不洒洒哈，阿波罗利来时阵，你看看看等我们居家的那个育儿的指导员哈，他就会来教你怎么哈，囡仔哈，要安那个洗身躯啦，要安那个饲喂奶哈，包括哈囡仔哈，你个肾唔通哦，安尼用啊。哇！这爸爸足兴奋的，咱对天空啊，甲荡起，足危险，足危险。油啊，伤大嘛是足危险啊。所以吼，我们的育儿的指导员吼，会跟大家吼，解释怎么去吼啊，幼儿园吼啊。所以这个服务吼，咱拢这个无微不至啊。你有问题的时候，或是你需要的时候，就打电话我们嘉义县家庭啊居家服务中心，或是我们社会局，就会帮你解决哈。我哩只个特别加强一点，为着唤起每一个人心中的公益精神，嘉义县社会局伫咧八号上午9点到下晡1点半，将在大南国小举办的公益彩梗三灯红油会。中华县和新竹团体在5号举行的三灯记者会，大南教育院和嘉义县两国身上者协会发挥团队的创意，展现用公益精神，以精彩演出来感谢各界对着公益彩梗的支持。最新新闻，准备新嘉义县彩虹报道。